晚上好呀，跟七七来吃个饭，找了一个最近的店吃。我怎么看不见弹幕的标？可乐一瓶啊！好，谢谢。慢打慢拉，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快点来，快拿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我马上帮你拿。我今天晚上看见你了，我看见你喊我名字了。晚上好，我看见你喊我名字了，谢谢了，连乖宝送给小贝一个巧克力，小贝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。你怎么？为什么看到我下的手机都扔了？好奇怪呀、啊，你不正常。饿吧，这话说的，小贝哪天不可爱？这很明显吗？我们找的最近的店了，因为想吃一家烤肉店，然后发现那家烤肉店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好奇怪啊，我觉得。然后我们就下来吃这家店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贝叔涵，这是谁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不是社社吧？这是我今天找的最近一家店，但是我感觉他们家氛围有点可怕，我感觉有点不太正常，但是我又不知道不正常在哪里。有人给我科普吗？烤羊腿关门了。也有，因为车上放。哎，你们稍微等我一下。观众很热情，比预期好。你们预期是什么样子的？但说实话，在加速我不知道点应该定哪，亮红点还有什么亮不该定哪，所以我看到周围的路过，眼睛。我刚刚手机突然关机了，让我害怕，我以为它有黑屏了。这 MC， 是没有人发弹幕。七七的价格。你今天晚上是来了吗？是我在买水的时候你在吗？对，谢谢金龙兔兔子送给小贝一个今天的奶茶，小贝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。小贝今天踢球受伤了，小心一点，就是感觉像是运动这种类型，打篮球跟打那个踢足球都很容易受伤，做好防护跟那个拉伸。对，上去有劲。啊，那今天叫小贝的是你吗？怎么没有买个烤肠？因为我们想就是快点来吃饭，因为饿了。对，我明天要进行一个秘密行动，你们想知道吗？哎，请请，给你拿。谢谢。真的假的？给我镜头。那你妹妹上楼就吃烧烤之类的，这种什么芥末章鱼。因为买水，我跟他渴了，我跟他很渴，想去买水。我明天也要，我明天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你们想知道吗？我没张嘴，那不是我的分词呀。不是，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再吃这个。我好傻呀，天哪，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这么傻，好奇怪啊，我不对劲，那么难看，我真的想对他们都对我很照顾，然后前面还关心我什么时候回去。那个娜娜好聪明啊，怎么知道我要去。刘涵垂到眼睛，在点头啊，因为我说我要去秘密行动。等会儿给你拿一个，你看一眼，你
你拿一个吗？你先吃。Hello。对，明天啊，你吃是吗？吃那个，好，给你拿一个。明天去北京。对。他跟我算说，但是我当时跟七七一起，我不知道算说什么，因为要去北京办事情，顺便就跟七七一起回去。啊，真的好可爱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北京？你好，你好聪明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拍到一个 ，OK。我等会去看看录播。我说实话 ，OK。怎么可能？在吃饭，一个饭店。这个。稍微等一下。我明天见，但不知道明天来不来异空间。大家明天异空间见，你们有人要飞异空间吗？异空间还能喝的？没有，他们要飞异空间吗？我叫了一句什么？我加了几个菜呗。我跟七七。这次在飞机上干啥？机场见呀。你们要去看公演吗？明天？要来我的店里。你家有来电影，不然不对不起我这么早起，我起来就为了参加电影，本来可以晚点回去的，但是都完了完了，金针菇卡牙缝里了。等一下，今天在 MVP 看的，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去看而已，而且我有事要去办。128的内存不大，内存不大。够用。你多放一个，你尽管多放一个，你可能到我下个月来上海公演，你都没有。我好像没有女粉。好呀，吃薯条，吃薯条，点了薯条吃，不是线下，我说线下，线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的牙齿上面卡上了金针菇，我好想去搞下来，但是我在直播，虽然女装都是女粉，好搞笑，是我唱的吗？请你们吃薯条好不好？给你们吃薯条，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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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能，谢谢。对，嗯，你们吃薯条。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这家店？好奇怪啊！他们可能来吃货。但是我怎么感觉每人都知道？我今天我早就看见了。我也看了，我看见微博看的。出来我就看，我咬过的不给你们吃了，给你们一个新的。你们不要打我，我觉得他那个给我修耳朵似的，我强调他不是有爱，我在哪看？你们吃到了吗？你们要是吃不到的话，只能我把他们，我把他们，好一点发现我就吃进肚子了。我好奇怪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家店居然没有寿司，我好奇怪啊。要不怎么能没有寿司？对，这家店没有寿司，这是我第一次见。别看，我都没有看过的眼睛。你可不要去，你可不要去看我的杂志。拿开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个这样子，它没有芥末味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尝了尝了，没有什么芥末味。迪士尼，下次来吧。下次呢？还是九组？没错，我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跟我爸爸说，我等一会儿，等一下。确定他没有芥末？知道了，不会吃到那个唯一有芥末的吧？啊，真假的？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芥末章鱼没有芥末味道。
没了。没关系，不能要等。我要去洗澡了。请你们吃。还有这个。请你们吃海带丝。这也吃啥？海带丝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到，反正你们就算吃不到也都进我肚子里了。这全是素啊，多吃点。这几天我感觉还挺好吃的。你来我给你带。全是素啊，多吃肉，有肉。啊，你裙子上吗？有，太难过了。好吧，反正北京那边很冷，我也不用穿裙子。也是两边都冷，都是火锅。今天海底捞，昨天我们吃了醋。我本来只是吃过他们说他们软，然后他们买醋，这个阿姨送的。吃肉。对了，不打能睡了。鸭血最好吃，我觉得真的好喝，我很喜欢鸭血。第一次吃大醋，居然是吃出了一股甜甜的味道，看来我觉得我能接受吃醋。然后不然为什么把头发把这里挡住呢？这边没有挡住呢。刚刚我擦的我特别的甜甜前辈的味道真行。稍微等一下。哎呀，我明天肯定不会，我可能会还要复习。全家吃小贝是甜甜前辈，我甜甜前辈这么甜，小贝哪敢吃？弹幕说我吗？有没有说我漂亮？我说我在这里面脸好圆啊。你也很少，为什么多？啊，很好呀！你是瑟瑟第二个之后叫我楚楚的人。谢谢听白乖跑送给小贝一个清香奶茶，小贝祝你天天甜蜜蜜，天天有奶茶喝。我怕心疼，我下次不要去发现他们来太晚了。能帮忙分一下吗？好的，请跟我投我。吃的蛀牙，牙都要蛀掉了。怎么会？甜甜前辈怎么会让人牙蛀掉？他可能看我是新来的。我知道错过了，我爱过了，夸的我小心，因为太甜了，真会说。好会说话呀！对他们都太会说话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好奇怪啊！你们家店好火啊！我很想跟你。真的？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你们家店？因为这里那个是我的前半生活。之前到的时候，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们都知道这家店。结尾的时候我都没看到哪里有镜头，后面我走过来才发现有镜头。别人那我脸谢谢听白瓜岛送给小贝五个幸运光芒，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，生活元气满满。天啊，可以帮忙拿个杯子拿个冰块，我想把这个倒进去。你们怎么都知道这家店？你们好厉害。那时候比较狂野，我知道也很狂野，比较大胆。虾仁，我点了虾，点了这个。虾仁，今天就在我们这边。Hello，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，你高喊我名字，我还在想，你怎么今天也来看公演了？哎，我还差远了，应该小一点。我一点进来就知道，但嘛不要说吗？啥？弹幕不要说。不是，我就很好奇，你们都知道这家店，我觉得很好奇。从小就喜欢吃到现在，好美。真的，你不是还问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吗？你既然不知道我在这儿，你为什么会来？你给我个解释。有群，是我是之前加的了。你给我一个解释。没多久。性感可爱又迷人的小贝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宝贝小贝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说，等一下，我要拿手机。太大胆了。对，因为国内也是看公演的，今年看公演都是来看公演的。是啊，我怕什么看公演，我信你个鬼，就是来看公演的，不要狡辩。看在你认出我的份上呢，我就原谅你。晚上好。做公演我还是个充满快乐的。明明只有我没有去剧场，明明只有十分钟。前面的话，前面都很好，都很亲切。好惨。后悔吗？第一次来的，追悔莫及。有现场是坑我的吗？也不知道。小贝也在口袋房间发了呀，说明今天一天都没有点进我的口袋房间。之前没有之前那么大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但是你昨天晚上好晚睡，帮我修图拍。看在这个份上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休息。你好好休息哦。穿的 JK， 对的，穿的去什么镇什么地球家？学生党真的假的？七星天使吗？我还没听过哎。稍微等一下我。我们是在走，不是，可能在我在吃饭还是在 B 站？你多吃点哈。虽然贝子还比我小，但是我总感觉他像一个比我还大。我把你当女儿，你信吗？太宝贝了，插队。小一岁对吧？有人狂喜是为什么？狂喜什么东西？狂喜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差三天。我们还是一个老家。对，我们都是四川人。他一直在照顾我，这个口红，你们今天很尴尬。我知道他为什么，他是狂喜，是因为没有接到我，所以狂喜吗？好好奇，炒好饭，你的饭还在这儿，帮你拿，已经分好了，你尝尝看。但是他说你狂喜，我还以为是因为没有接到我下班你狂喜。是吗？吃口饭。对，前面说了，他就是我怎么说？因为你的 ID 改了？没有改呀、啊，我怎么不听不懂？下个月。高价出小贝便便买水 FO 手抖高虎不聚焦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个西蒙肚子好看吗？好看的话，你
可以发我超话吗？不好看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对，删掉了。不好看可以删掉吗？对，七七跟我在一起。谢谢刷到的 Killer 幺少的一个送给小贝的一个玫瑰花，小贝就今天有话说。多漂亮！我的爱心给你。你有吃的到吗？不能删，不好看能删吗？好吃吗？这个。还可以。这个裙子的头发好贵啊！你这种花都是15块钱，我还以为是很大的五花肉。晚上好。因为我觉得15块钱可以买一把，因为它就是普通的。对。别下萌新，来我这我都捉你们。我也上呀。真的有这么丑吗？天哪，那我能不能花高价让你删掉啊？对，我还以为是这么大，这么丑，这么不能让你删掉。别听见，我这边有人跟我说，说什么高价出我刚刚给你去便利店买水的，那多少钱出？然后他跟我说高清，但他说什么手机拍的也能发，不敢发，怕被拉黑，就说明很丑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我俩找了最近的，跟小偶像坐地谈价。我这套其他的很便宜，不好看能不能删掉？就这个上好高级。我们昨天吃的凑数才贵呢。如果要话，你俩认识啊？高价购买，凑数好贵啊！我们根本吃完。可能是我们昨天点的太多了。就属于远嫁肚子小类型。我不能睡觉，我连夜去机场。不是机场，是机场。我是机场睡觉了。哦，机场睡觉。他有没有可以睡觉的？我们俩去坐椅子。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什么？谢谢。你是怎么读呀 ？K U R O O R O。他们出去买奶茶，你开在这边上的早上7点。真的有这么丑吗？都不敢往外发的。可乐。对，他买可乐，很丑吗？啊，好难过呀！为什么自己这么丑？我咋不认识？这叫不是红茶，是可乐，倒杯子里。好乖呀、啊！我直接就要去机场。你们好乖呀、啊，嗯。你们没大包饭，可千万不要过来捧场，不然我就白赶飞机了。升舱，我没有钱升舱。我给你来捧场。什么？你要捧场？我来给你捧场。喂，你明天可以 call 我。怎么 call 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在台下 call 你。可以啊。太好了。抠的比谁，我要比你的粉丝都大声。拿个喇叭，黄轩七七七妈妈。蛋包饭。哎呀，我说漏嘴了，他不知道你要去开空间。不是他们，他不是他们呀，他们去北京有事。没事，我跟他们说了，顺便去看七七的公演。是这样的，嗯，对，谢谢哦。你今天跟七七一起去北京，因为有事要做。那个啥，那个没有，人家是有事情的。对，谢谢，白胡子了。一个超级赞，送给一个玫瑰花，送给一个巧克力，送给一个秋天奶茶，送给两个妈妈。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生活元气满满。祝你天天甜蜜蜜，天天有花收。哎
我不要乱，不要乱磕。他们什么乱磕？他乱磕，不是好朋友。怎么磕我给你吗？磕一个抹茶，一个香肠。好的。而且我很感动是，就是你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们做公演，可是我们去边草能手，我来做公演。长太可爱了，我会保护好他的，放心吧。你没有为生命危险是吗？今年快快乐乐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气质坏了，下次。前面很照顾我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你也好好看，你也好好看。跟六六说过话，这次去北京可以跟他聊天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前几天送给六六一个皇冠。没有，六六一个皇冠。我在尬他。今天你不要送我，不要送我。谢谢。这诸葛要送的业绩，这诸葛要送你今天看公演看得开心，然后回去注意安全。谢谢你今天喊我一个大车。快乐、开心、幸福到永远。就是要新老人给我播。有点淡了。没关系，不用哭。他把视频翻牌，他其实他先给我发过翻牌，我没有回。我磁铁，他就是偶尔来看一下我。谢谢新龙兔兔子送给小贝的一个生姜奶茶，小贝他今天更新快乐了。你看我，你太小了，我是大车，没有你的楼下大车。我都不能饮水了，你别哭呀！别哭了，没有，我是他哭了，知道不要哭了，没有，我不是，没喝奶茶，我只是在大厅，没有喝奶茶，不是，最近对奶茶不是特别感兴趣。开玩笑的，我今天没有喝到新手爱的奶茶，我很难过。晚上好呀。我是没想到他会说很快乐，是我不能想到。哈尔滨斯，我点了可乐，就不是特别想喝的那个哈尔滨斯。祝你早日从池塘男孩变成下海男孩，做一个池塘男子汉。祝你越来越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晚上吃啥好吃来着？那我耳朵，听说你们有人吃了烤肉，不要跟我大跑，吃了炸鸡，是吧？我现在在吃好吃的，你们饿没饿？
我怎么会喊了他们过来？为什么叫做又在群里？我们刚刚在群里商量来着，我都不是出来直播了嘛。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屁股林鹏鹏。哎，不能说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要跟我说杂志，不要跟我说杂志，我都没提，用杂志写开了。都是给我的忠告奖励，还不如不奖励。不奖励，真是个折磨。谢谢秦猫送的夜蝶，你们想看什么？嗯，对，你吃羊肉，我去。谢谢秦猫的夜蝶，送给他这个蝴蝶，一样美丽。越来越有气质，祝你过得越来越好，祝你生活的台变得越来越好。我不是这个不能这样夸你，就是说，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好。哎，是劳布利。哎，看，你看那个劳布利。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本来就是个很温柔的人。怎么没有人无法代替我？是我看不。很卡吗？别说好。很卡吗？你们卡吗？你们卡吗？你们卡吗？天哪！现在还卡吗？喂，哎，我刚才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，我觉得这么还卡吗？谢谢小号送九九个，你说嘛，你别送过来小号，祝你工作顺利，然后能够挣很多很多的黄金。然后给自己买点好吃的。这是一个番嘞，但这个番我好想看。简单一点，这样我就好很多。恭喜！
半做一个月半，三个月半。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永远幸福。嗨，但是他毕业之前我也想毛鱼的人居然是他，镜头前你们去 solo 算了，走了，今天不是和别人够玩才有意思的，我才不要长大还是那个样子，叫他金句句句，我长到特别好，每次都还是，你就现场看我脸，长得非常好，对。饿了才去买的。我不想的话，我得吃。其实我嘴上的酒，但暂时不吃。不行，我不能。你夏天能看到雪，不能看到雪。上播好累呀、啊，好累呀、啊！但是我找不到指甲，九十九。我不。为什么这么卡呀？好卡，你们听得见吗？你们听得见吗？没有人给我挂蛋吗？太卡了。那你下次再来接我，你下次再来接我，接我的下班。现在呢？因为网络宽带，他说说我用的是 4G 啊。那怎么断线有一点？你再鼓励我前面两个即使你在东莞也是你看电影，看到你可以来嘉兴或者是就可以叫北京说电影。你们都不说话，我好尴尬呀！你们能懂我的尴尬吗？你见就说一整个大男人。五六他也是，别干了。你来东莞，你让我们大伙儿来东莞。我会卡，有用的 WiFi 呗。我用的四 G， 但是 WiFi 也好卡，没说是呢。不是移动，我电信，电信好一点吗？还没有收拾，是等到今天晚上我要回趟家，吃完饭去中心收拾行李，然后回家拿点衣服，因为北京那边太冷了。北京那边好冷啊。我就没跳过北京。北京那边好像也就才两度，然后我准备带件厚一点的外套去。到后面就看到我大连了。你也要去北京吗？你也要去北京吗？对啊，一个去北京。能够再早一点，大家。是会是个新手玩家进来。你现在是我妈粉吗？对啊，你是这一个粉。跟七七一起回去，然后我要去北京办点事情，然后顺便去看七七跟六六的公演。哎，小心！我爸有空，然后谢谢你。我还以为你真的是我妈粉。还有你真的是我妈粉，北京比上海冷带点厚外套，我准备回去带个毛衣跟外套，听说那边真的很冷。哎，我想尝一口这个，还要尝。数学没有，数学还是受到了。
好吧。哼哼，看到哼。太阴间了，我们俩不是，上面看了一下，果然一个人都没有。真的是吗？哼哼，谢了谢了。是我一不想就是我不能给你，给什么？我给他抽的。你们捧个场，我捧什么？没有，直播间下线。卡还卡？天哪，是太卡。我上的，上的都不是现在的，我还有他这叫什么？现在只有快进入这个大营嘛，先做一个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个人放在最近的话。谢谢 PHEO 送给小飞一个巧克力，小飞祝你生活甜蜜。桌面，那面还挺好吃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点饿。可以给你鱼尾巴，一点钱。我要跟你们拜拜了。很熟的好朋友在说话都是像我们这样北京见。